ZS1218ERT 电动越野检查式高空作业平台创新引领，震撼登场。 工作高度13.8米，工作平台长度2.75米，工作平台宽度1.52米，平台延伸尺寸1.2米，护栏折叠后整车高度2.05米，尺寸更小，动作更灵活，工地适应性好，内侧转弯半径2米，通过性好，前轮浮动桥最小离地间隙0.24米，通过性更强。 不论是狭窄车间还是复杂工地，ZS1218ERT 电动越野检查都能如履平地，畅通无阻。搭载高效交流电机与摆动轮轴系统，赋予 ZS1218ERT 惊人的 40% 爬坡能力，轻松应对各种地形挑战。配备超大容量电池，续航无忧。 ZS1218ERT 以其卓越的机动性和强大的越野能力，结合电动环保优势，是室内外复杂地形高空作业的不二之选。额定载荷350公斤，延伸平台安全工作载荷113公斤，作业稳定，承载箱可不打支腿，全高行走，作业效率高。 一键调平支腿，适应复杂路面，操作更简便。关节部位免润滑、免维护，液压系统简单，检修方便。引入远程监控与租赁系统，让设备管理更加智能化、便捷化，随时随地获取设备信息，轻松进行运营管理。ZS1218ERT 机器集灵动、强劲、稳定、便捷、环保于一体，开创高空作业新篇章。